那这一段我都把它都画的是比较精细的。好，你看哈，逐步逐步的，这下面要稍微深一点，这里画的比较深，它目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把它衬出来。说三十啊，也一层一层都是相连的。后面逐步画，我们叫越画越虚。虚什么呢？就是、啊、有时候云的地方啊，该留的就要留了。你比方说，我现在画到这个程度以后，我这里我可以把它画得比较实在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要烘匀了，我要考虑个什么呢？考虑一个，哎，我们石头呢转过去，我这里过来以后